很多来过围场的人都听说过这个叫做玉道口的小镇。清代的时候，这里是专为皇帝修的路，所以称为玉道。顺着小镇的十字路口往北1公里左右，就是当年康熙皇帝围猎时饮马的驿站，现在被打造成了一处仿古建筑，让人忍不住在这里忆古琴思今朝，赞叹这山水一程风光一路的景象。如果说小镇里有一处最不能错过的地方，那一定是小滦河湿地公园。回归自然的美好，不是任何东西可以轻易代替的。在花田里撒个欢，在蓝天白云下做个梦，好像这平淡日子里照进了一束光。